了解啊，哎呀，我们正常吃法啊，慢慢的啊，慢慢放啊。大蜘蛛网啊，哎，留给啊，哎呀，留给孩子吃吧啊。哎呀，我们不舍得吃啊。哎，吃啥呢？扇贝啊。哎，今天还我们正常吃个爆头啊，正常吃法啊。哎呀，看看。再来个腿啊！老铁，有双击给我个双击呗，给就给一个呗，渔民真的不容易啊，真的给就给一个吧啊！哎，老铁啊，今天要正常开锅盖啊！哎，学个正常人一样，今天吃个什么啊？来个我家的啊，你看没？我们家的哈，一个大的带个小的啊，双胞胎，哈哈！哎呀，看看这个肉质怎么样？真好啊，男人的加油站。嗯，这么好吃啊！有喜欢的给我个双击呗，给我给一个哈，顺便给我点个关注，嘿嘿。来了，好，带刺的扇贝叫刺贝，哎呀，刺贝的吃法又来了，嗯。嗯，太鲜了，刺贝的胃啊可以吃的，嘿嘿，也可以去掉。嗯，太鲜了。还有双击吗？给一个双击吧，吱吱呀。嗯，来老铁啊，我又来了啊，哎，今天来一个啊，有弹性的大虾啊。大人小孩孕妇宝宝都可以吃的啊，想吃吗？想吃给我个双击呗，给我个关注呗，给就给一个吧啊。太好吃了，老铁们，还有双击吗？给一个吧，支持他渔民。来喽，今天给大家哈来一个爆头，来，砍他，砍他，哈，嗯，看没有，有沫，有黄，没有大米，是不是？嗯，还有双击吗？给个双击吧，支持下渔民。老铁，我今天我又来了哈，看看。我们家的啊，大扇贝，看没有？这是什么？这么肥啊！嗯，不吃了哈，实在吃一个，这么大。老铁，你们还有双击吗？给我给一个吧哈。为什么有的老铁啊说你说你吃我给你双击？为什么呀？老铁问我为什么？有的老铁啊反手就两个双击，还一个赞，知道吗？顺便还给我个关注。来，老铁，我又来了。今天来个大帝王蟹啊！哎呀，大货啊！来吃个腿吧啊！看，哎呀，哎呀，看看啊！哎呀，你看看这个肉啊！嗯，老铁。那又来了，给我个双击呗，给又给一个吧啊，顺便给我个关注啊。老铁啊，今天我们来个正常吃爆头，啊，慢慢掀锅盖啊，你
也不扔锅盖，用筷子啊，正常吃，也不吃芥末哈、啊，也不吃辣椒，看看，还有大米哦，一夜明珠哈、啊，老铁，喜欢的，喜欢鱼敏的，给鱼敏一个双击呗，给个给一个吧，正常人需要你们的双击。来一个啊，大肥，看没有，这个海虹肥不肥啊？这么肥啊，深海虹啊，这个生命线要去掉的啊，要把它去掉。嘿嘿，嘿嘿，哎呀，看没有，肥不肥？嗯，太香了。还有双击吗？给一个双击呗，支持一下渔民。老铁啊，今天来一个啊。哎呀，来个大货他，看没有？大啥？这个怎么吃啊？哎，看看，肥不肥？嗯，打我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哎，看看这个大家伙。看看这个肉啊，有喜欢的给我个双击呗，给又给也不干吧啊，哈哈，来上，哈哈，好吃不？麻麻辣辣，太鲜了。双击，给一个吧。